肉。嗯，只有光米饭啊？只剩下最后一块肉了，吃完找个厂上班吧。哇，我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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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想了，看运气。天天吃的不如意，不如进厂当苦力。哦。辛苦活了。厂里包吃包住，大风大浪扛得住。嗯。嘿嘿嘿嘿嘿嘿。这玩意真稀啊，稀活了，我找一趟。啊，怎么又是和尚？你这是什么？问粉丝啊。